我是麦克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《观点新闻》。由地方支持者发起的“观点关心多台湾之优惠”，27号早时办理成立大会，得到民进党提名参选后一届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，也特别南下来参与。伊希望选民会当再一次来支持民进党，拼总统当选，甲国会过半的双赢局面。众人喊着口号，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的烧热。27号早起是婚姻关心赖台湾之友会的成立大会，得到民进党提名参选后届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嘛特别南下来参与，得到真侪支持者的欢迎和支持。伊嘛伫演说当中再出来强调台湾民主的重要，更是希望会当守护台湾的价值。新来赖清德，是因为赖清德，和大家拢同款。我是台湾的汉子阿爹，20几年前披衣上阵，就是要和大家共同拍拼，要让每一只汉子阿爹会当代代伫遮生存。台湾俗语讲，汉子唔惊落土烂，只求机巧代代传。咱一定爱心来做阵，咱绝对有这款的困难在面前，咱嘛有这款的困难。连母亲的土地上，用咱的理想来改造咱的国家，予咱的代代拢会当伫母亲这个土地上安居乐业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刘伟所地分和刘建国也都来到现场为赖清德徛台。所地分表示，台湾的民主是相当的珍贵，这道的选举就是要来守护台湾的民主价值，希望选民会当支持。刘建国指出，赖清德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，南下解决落水溪防排沙问题，对婚姻观会当讲是相当的照顾。伊嘛希望赖清德若是会当选掉总统，会当继续照顾婚姻的乡亲。台湾的民主进步。向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台湾的民主进步，比台湾每一寸的土地领土，都由我们打拼过，也都我们走过，行过他了，把定义了台湾的价值，把定义了台湾的文化。今天大家齐聚在这边，咱对赖清德的信赖，咱对咱家己的信赖，咱对台湾的信赖。副总统李建章，伊当初做行政院的时阵，李建章来到咱芦溪区的行政区的大地，正式来了解，嘛，伊啊做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双方，政府只要要做，经费无上限，因此咱支持将近一百二十亿，和洪秘书对营业五十九天，咱即摆已经剩两天，咱是毋是用咱的手中同温暖的声音来甲支持？今年年底总统大选是愈来愈接近，到底倒一位政治人物会当当选，都要看选民手中的一票来决定咯。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